十年才刚到，中路大挑战什么怪事都碰到。无形的力量让宪哥摔了一跤。啊，算了，我们去喝咖啡。艾莎队在古老矿坑里乱开玩笑，竟意外看见不存在的第三人。我们这边的那个人像好像都蛮有明星脸的，现在看到都是冯嘉嘉跟陈志强，有三个，那三个。而演员队虽没遇到灵异事件，却被逼迫吃下阿飘才会吃的泥土。里面是土吗？要把它种在土里面。这是土吗？可以先试试看它的味道。你在吃土？他说都可以吃。究竟阿飘才会吃的泥土滋味如何呢？不可思议的精彩内容，就在本周的晚间8点的周六大挑战。